随着政府开放观光旅行，机场也慢慢恢复到以前热闹的样子，感觉很开心。希望能够自由旅行的日子早日到来。登机之前呢，当然一定要去逛逛免税商店的。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，其实免税商店里面贩卖的商品跟一般市面上是有蛮大的不同的，是属于免税通路限定的产品。例如威士忌就有很多免税商店才买得到的品项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是因为全球的免税通路市场在疫情之前达到惊人的60亿4千万美金。随着人们对观光跟商务的需求持续增长，各地的 LCC 的航线也不断的开航，所以各地的免税市场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。当然，在这2年的疫情冲击有非常大的影响，但是随着各个国家观光开放，根据许多市场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，都呈现出在2022年后的5年之间，免税市场都将持续成长，而带动的最大的动力就是奢侈品的市场。台湾的出国人数呢，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达到最高峰的1710万人次，人口数相对比来说，在世界中是相当高的。台湾的免税市场也非常的热络，像我来机场的免税商店一定会看的就是酒类，尤其是威士忌。各位知道吗？苏格兰威士忌协会公布的2020年出口金额的前10名当中，台湾以226.1万英镑排名世界第3，仅次于美国跟法国。虽然销售量不在10名内，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台湾人的威士忌取向是偏好高单价的单一麦芽威士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全世界的威士忌分类里头，多数占比约莫6成是调和威士忌，3成是调和麦芽威士忌，只有1成是单一麦芽威士忌。但是台湾却相当特别的是，消费者独钟于单一麦芽，占比是反过来的。而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酒商投入到台湾的市场中。在台湾机场的免税店，威士忌的陈列区就像宝藏窟一样，所以我常在出国之前来这边到处寻宝，可以先预定，回国的时候再领取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呢，就是刚才有提到说，有些产品会专门为台湾做特别的设计，然后来到机场呢，也有特别做概念的陈列。像这边就是这几年在台湾销售非常好的大摩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，但是我刚刚走过来看的时候，发现呢，它的包装好像跟我印象不太一样。先生你好，是你好，有什么地方可以为你服务吗？我看到那个鹿头，你是这边的品牌大使，对，是没错。对，我刚刚就一问就是说，因为以前我印象中是12、15、18年，但是这边看到的是13、16、19，那请问这有什么不同？先生您说的没错，那的确我们大摩过去的年份是12、15跟18年嘛。是。那新的一年 Q4季度的时候，我们公司决定做一个品牌的升级，所以目前的年份都多陈酿了1年，变成13、16、19，就是在我们公司最著名的陈年雪莉桶里再多陈酿，让那个特殊风味做更大的发挥之外，最特别的部分有2个。第一个部分是这些酒呢，都是在我们免税机场独卖。那尤其像是这个13年的部分，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只有我们台湾免税机场才买得到。哦，对，所以变成说全世界的人要买大摩这支13年的话，它就是一定要飞来我们台湾买。所以不但是免税通路限定，而且是只有台湾才有。没错，大家最喜欢。没错，那可以在这边试喝吗？当然啦，没问题。太好了，就等你。这个答案，您可以品饮到我们大摩最有名的陈年雪莉桶的独特的香气。好，那我们就去试喝看看。哦，那我们现在试喝的这个第一款是哪一支呢？就是刚跟先生介绍的这个台湾免税独家贩售的13年，那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推出的新产品里最清爽的这一款。您可以先闻闻看，其实从嗅觉你就可以发现它的不同。哦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种身在果园当中的感觉一样。没错。嗯。后期它会有一个像是坚果、杏仁这种比较成熟，然后比较稍微秋天一点的口感，在后面您吞下去的时候会转比较温暖的感受，它会比较像是可可这种比较偏微苦，但是又比较大人的香味。我感觉到有一种烤葡萄干跟巧克力的感觉。没错，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可可，有一点像是黑巧克力。我刚刚本来预期它可能会稍微再更甜一点。 但是因为有你刚刚提到的可可跟巧克力的平衡，所以我觉得蛮适合像我这样的大叔。哇，那这个第二支16年，它的特色跟刚才的13年来比较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？像您刚喝13年，就是很明显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柑橘调。那16年的部分，您可以感受到它是很明显的有一个果酱的甜味。 但那个甜不是说它是真的跟吃果酱一样会有那种吃到那种甜感，而是它在嘴巴里面缭绕的感受。我觉得你这个形容非常好，就是从水果到果酱，其实大家也就很容易去想象两个之间的微妙的差别。没错没错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19年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其实我非常的期待。那19年跟前面这两支最大的特色又在哪里？19年我觉得跟前面两支的呈现感觉就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分野，13年是像一个比较青涩的女孩嘛，对。那16年就是开始长大，转登短郎的青少女嘛。19年的话，对我个人来说会比较像是步入社会的成年女性，产生的那一种风范跟她的滋味。到后面她会走一个比较像是肉桂，或是像新香料那一种，就像我们成年人那一种有点辛辣，但是又到后面会带一点尾韵、尾劲的那种感觉。 哇，我觉得在我登机之前可以喝到这几款，真的是太棒了！马上整个旅行的感觉是被开拓起来。刚才我们听到舒瑶的介绍呢，就知道这个系列是专门为全球免税通路限定发行的，它的名称叫做《时光的旅程》。 时光的旅程的这系列呢，多了1年的额外熟成，也让大摩原本标示的风味呢更加能够凸显出来。这一段延长的时间呢，提升了大摩原本的优质木桶的特性，同时也带出了引以为傲的陈年雪莉桶的风味。即使只是加多了1年的熟成时间，却让这1年发挥最大的效果。不仅是一，而是趋近完美。这几年的疫情虽然让旅行冻结了，但是时光 依然不断在前行，威士忌的熟成也是时间的礼物，是终极的奢侈，让一切化为可能。疫情让一切都慢下来，在疫情期间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但是时间的酝酿也产生了美好。毕竟生活中最美好的，永远是那些不能匆忙的事物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大摩威士忌以中国古代的计时器日晷来表现时间的推移， 也展现了对华人市场的重视。时间的移动是缓慢而深刻的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表现威士忌的时间。 这里还有一些互动的机制，可以看到各种不同酒款的特性。大家有空欢迎来这边试看看。 大家相当熟悉的大摩威士忌，今年已经有182年的历史了。它的故事源于1263年，苏格兰国王狩猎时，因为皇家骑兵惊扰了鹿群，而受到一只巨大雄鹿的攻击。麦肯锡家族的首领勇敢地援救国王，国王为了表达谢意，将12叉鹿角鹿首的皇室徽章授予麦肯锡家族，代表璀璨耀眼，永不燃尽。 而1867年，麦肯锡家族开创 Dartmoor 蒸馏厂，将12只鹿角鹿首作为勇士传承的品牌图腾。至此，勇敢不凡的精神就成为品牌精神，并灌注在每一瓶大摩威士忌中。尤其是大摩与历史同样超过100年的西班牙 González Bayas 的密切关系， 让大摩得以取得各种珍稀的Mattusalem Oloroso 雪莉桶，甚至是超过30年久龄的雪莉酒桶，使得大摩威士忌拥有与众不同的复杂华丽的口感。最后，华丽与丰富的原酒库藏可以让大摩的酿酒师充分展现出才华与创意，创作出一瓶一瓶引人入胜的珍品佳酿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免税商店的特别商品，大摩威士忌的免税商店限定版《时光的旅程》。我很喜欢它为台湾市场特别制作的13年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，不但保有大摩标志性的雪莉桶的风味，同时柑橘、水果和坚果的风味彼此之间也非常的和谐，是一支很容易饮用的威士忌。所以出国的时候记得早一点到机场来逛逛如宝藏般的免税商店，挑一瓶好酒送给国外的友人，特别是国外都找不到的产品，或者是留一瓶给自己，回家好好跟朋友喝一杯，享受一下时光的旅程吧。